哪一个人类的器官最晚开始衰老 ？A. 肝脏 ，B. 大脑。到了一定年纪，像昌明哥到现在，大脑已经开始退化了。着急了，你的肝脏才开始退化了。正确答案是肝脏。可是我不难过，我跟两个医师一样答错，我也不算太笨。三位，请到那边坐好吗？怎么这么难交朋友？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 中广核糖转达人崔地金。